之中。鸡只要是一炸毛，咱们就眼看不见，走位走位，把这个鸡蛋给我，不然我就叫你这个鸡蛋给摔碎，听到没有？给我啊，不许啄我，听到没有？在聊天，咱们慢慢的去捡鸡蛋，看到没有？哎呦！咱们再来挑战一下以静制动。鸡只要是一炸毛，咱们就。没事，这下有事了。